而是被我的牢笼冻成。小猫咪，上把的瞎子，谁啊？在对面吗？这个豹女是上把的。瑜伽服可以，这也可以。你们就没有喜欢那种职场制服的？像我就很喜欢制服。被他打了一个红怒 Q 哎！你在干什么？你的死亡，抢二还被打死。歌声。O L 是吧？确实 ，OL 还真可以，顶级。而且台主不止一次幻想过一些场景，就是制服大姐姐，用着很严厉的话语在训斥我，把我叫到什么办公室训斥我，狠狠的训斥我。希望是我自己的死亡。哇操，从这里出来的呀，一个前一个后是吧？那我走了，拜拜。走不走？感觉没必要走。我绕了一圈，感觉他还在。我喜欢空间。他不闪他就死了。这个故事告诉我，你不确定对方走没走，不要离草丛这么近。曾经我求死不得，如今我提醒主播，那真的假的？这就开始提醒主播了。不是想一下都不行吗？想一下被大姐姐训斥都不行。这我可以想一想。你一般被这样草丛阴套气晕，是吗？下次你们要注意了，这也算是告诉你们，玩上单，你血量不是很高情况下，对面不走。他优势的话，手比较长，你不要被他阴一套。被阴一套还挺难受的。Q 击飞小兵堆里能中吗？不知道，反正中不了。Double kill。这里可以先抢个六，先升个六，那挖掘机不好出来动手。动手，动手！只要这副肉身还在。
顶起来！哇，你还真顶啊！我这 WQ 也太丑了。打准一点不就……啊，你别急啊，你先 W 减速嘛，真是的，不行你就 W 减速，你过去 A 两下再 Q， 那么着急干什么？还行，他交了闪现。我们阴起来，这鳄鱼就五级，不着急。爱你孤身走暗巷，昙花一现的主人对先辈抱的，唱错了，唱错了，我都忘记原版怎么唱了。不是六级吧？我将切断你的四肢，我将植入你的灵魂。这都能打到人？哎，操，没问题了。哎呀 ，Q Q 二的时候应该直接 Q 三原地放，不用放 W。Q 二然后往这里拉一下，再 Q 三就好了。可惜。可惜呀、啊！哎呦，我操！主播被神罚了吗？哎，果然还是会有报应。原来是会唱，哎，那个翻版也就那样。我并不是对那个翻版很有那个认同。没物资 ，LPL 赛区还真不行。首先是放下傲慢之罪，怎么零杠二了呀，兄弟？杰哥零杠二了。哎，那鳄鱼闪现是什么时候交的？忘了。九分十七秒，应该等一下就好了。在干嘛呢？操了，好烦！他没给我奶上吗？帅，别推，你可以吃杜腾，但别推。哎，我应该直接开大的。直接开大就好了。哎，我说了别推呀、啊！还有技能的。他可以吃杜城，但是会附魔的。痛苦的代价。开大一套斩头器，他并不是他要保血量，然后顺便压一下我的血量，这样他就不会被那个消耗。因为他正常跟我换血都换不过，那开大其实还可以。要是我刚才，哎，也不能这么说。电子竞技没有如果跟要是，也没有什么应该，这已经发生过就没有说什么如果。这样讲起来太那啥，没必要，对不对？反甲，怪不得我打得不掉血。这里别急啊，他开大咬住我的话先拉一下，他就死，他攻击力不够。那好爽，
鳄鱼到后面他只要劣势，你等你起来又打不过你。剑魔操作被修就会显得自己很呆，是这英雄秀起来就很秀，被修就很呆。剑魔是这样，没什么办法。谁让他是个非指向性操作的英雄？这里不用猜，还可以再杀他一次。 好的动了，耶！谢谢卷宝的英雄。卷宝是不是又在大乱斗？走吧，走吧。没有那么多如果，但是还是少后悔一点比较好。老是后悔就没什么太大用，把多安盾卖了吧。 对线其实结束带的没啥用，不如换十点攻击。哎，我好想脱衣服啊！我想换那个背那个短袖，短袖好一点。有哪个英雄被修不呆吗？还好吧。剑魔被修是所有技能都空，因为他站在原地比较滑稽。 我真抓瞎了，中，坏了要出事，全死了，完大蛋了，完大蛋了，豹女快跑，鳄鱼跑中路去。 现在流行出黑切吗？打鳄鱼其实也可以出黑切，但我这把没出，因为这鳄鱼对线不是很强呢。咬住，并没有。好装。 这么狠吗？这挖掘机？布甲鞋小反甲，他这个出装跟诺手一样，很耐打的，打不动他。挖掘机暗装。嗨。 点燃换闪现点，走吧。挖机可能来了。哎，我现在真感觉其他这除了霸天以外的其他皮肤用起来都比较好哎。怎么调节适合自己的鼠标灵敏度？ 你玩习惯了就好了，我都是默认的。<笑>今天斗鱼只能看你，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只能看我？其他主播看不了吗？剑魔还能打野吗？剑魔不适合打野，他什么理论上所有英雄都能打野，但是你玩剑魔打野，你控不住自己人。我的心中存有黑。
理论上是可以的，彻鱼没了，直接融化。 乖乖，我的暗影结果，你看到了吗？我都说是艾欧尼亚的问题，哎，坏了，我都说了是艾欧尼亚的问题，对吧？ 你像这种战争学院，他也是35，我就打得出来。但是你像艾欧尼亚，我这肯定打不出来，这草直接卡了。这边直接 W 闪接 Q 拉回来接 Q 3，最后一刀给雷克赛顶大花。雷克赛。 紫色霸天怎么行？紫色霸天现在好像买不到了，这没事。哦，nice， 兄弟们，好帅呀、啊！这波，我操，太帅了！我操，哇，还好有红 buff， 吓死我了！ 哎呦，我大脑突然就，<笑>哎呦，我吓死我了！哎呦，<笑>完了！我必等10分钟让你先排。来人呐，换条裤子啊！确实得换条裤子。突然他妈的有两个飞刀飞过来。 去上路，抽个坡肩的，单机去，沉浸在回忆之中。没热量表情，这是。哎，开空调就有点头晕啊，眩晕，又很舒服，舒服到想睡觉那种。那不开空调又很热，热到你暴躁，这怎么办呢？那就不能来个平衡点的温度吗？你是真不怕得来文有收集者？ 确实，还好吧，他应该没有。我不是不怕，他还好有红 buff 给我回血，没这红 buff 我也死。哎，跟你说话，掉炮车，昏睡空调。喂，这都行。 超好了，他预判我，哎呦，这鳄鱼打居然打了我1800，他预判到我了，爆了，要不不假鞋就好，不假鞋应该死不掉，不假鞋之后，如果 Q1三段过去能打到人的话，应该还可以。嗯，打神明熊要先黑切，狗熊，鳄鱼也可以黑切，你打诺手也可以黑切，打那种。 一套秒不掉的英雄都可以。
还有那种需要叠 CD 的，什么酒桶这种也可以黑切。打酒桶我建议出黑切加星虫的，打酒桶不建议出黑切，因为他不跟你刚的。我每天运动吗？我不运动。我不运动。都没人找我，怎么运动？我这个死。中路交警，这是迷哥的粉丝、啊。打 LE 先出怎么？打 LE 也可以先黑切，打 LE 我不建议出战斧。战斧这个东西，它其实更多属性是防御。打不死的，哇操，这什么东西呀、啊、坏了，对面这控制好足，3743，3743也太疼了一点，我操！快快快，买点装备！哎，你看这开空调又开始眩晕了，点了，把这个空调给点了。打野来抓，不管成不成功，兵线随便吃，你把对面单杀，准备吃一塔。打野吃完，对面石头人来分塔钱，什么东西啊？不懂。小明是处吗？我是不是出去问你妈？你妈知道？天天问这种屌问题，去问你妈妈。你妈妈知道我是不是处？天老问这种屌问题，妈的很好玩，真是。能不能来一波天神下凡？这把 MVP 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。来吧，一波一波，受不了了。呼呼呼，这个团战，嘎人的。别跑！哼，想逃？你还想投降啊？还想投降？不给你拿下，真是。哎，还行，大点没关注。怎么有蚊子呀？他从哪里进来的呀？纱窗也关着的呀？怎么有蚊子呢？不会从空调那里进来的吧？唉，呵呵，唉，真是的。他的蛋怎么那么硬？他买了金身的，应该也不太懂。19分，越加越少了。他买了一个金身，有点小，有点小。两边都是军事诺手，开机跑一边砍一边躲技能，那你就不要让他有机会上来砍，门缝进来，开空调有蚊子，厕所。我家里环境还可以的呀，个人卫生也挺好的，我都家里都没什么垃圾啊，都不会是卧干偷偷放进来的吧？房间里滋生的蚊子卵，它产卵它要有水才行，它没有水源呢，就我家里都没有那种不干净的水源。上海蚊子不怕冷，我几楼？六楼。怎么进来的呢？我要去看一看，是不是卧干放进来的呀？好呀，我不敢进来。真奇怪。
真奇怪，厕所厕所也没有啊，可以看看猫吗？猫猫没有。对面一集团来你塔下不让你吃冰，什么意思啊？